看看新闻网。周杰伦之前被拍到带女友昆凌看电影，时隔没多久又双双出现在公众场合。前天我们的周董带着昆凌去超市，二人逛得十分惬意，如同小夫妻般一起挑挑拣拣。人群中这一对戴着口罩的男女，女生眼神憨直，男穿厚重大衣加帽子口罩，不算高大的身材仅露出一对小眼睛，跌宕的打扮反而更吸引大家的目光。这种 style 不正是周杰伦和他的小女友昆凌吗？此次面对镜头，周董竟然不躲不藏不生气，昆仑练首次大方正面示人。传闻周杰伦明年35岁结婚，好事将近，我们也期待小两口正式公开恋情的幸福时刻。